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从来没有全身而退，坐享其成，不劳而获一说。你不努力就得出局。一个人比你优秀，你尽可以放心交往，因为优秀的人散发正能量。一个人比你有德行，你尽量与他成为一个团队，因为厚德可以载物。不下来舞蹈就是要不就跳死，要不就往死里跳。没有理由，只有梦想，因为光明就在前方，要勇敢的去闯，不怕风浪，不怕受伤，为了亲人期待的目光，执着追求心中的梦想，人活着就不能没有方向。舞蹈就是要不就跳死，要不就往死里跳。没有理由，只有梦想，因为光明就在前方，要勇敢的去闯，不怕风浪，不怕受伤，为了亲人期待的目光，执着追求。啊，踩住踩住，不行了，脚下吗，我上车，我双鱼脚尖，还把上面脚尖。